梁辰兄，所谓财去人安乐，银子咱还可以再挣吗？梁辰兄，你到底丢了多少银两啊？50多两。啊，哟，不少钱呐。是。哎，来，咱们以茶代酒，大家敬梁辰兄，给他压压惊。压压惊，压压惊。啊，别多想。既然财已经去了，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。 乡亲们好，今天要说24孝，蔡顺十慎共亲的故事。后汉人蔡顺，少年丧父，四母至孝。当时有王莽之乱，年景饥荒，人民无粮可食。蔡顺就爬上高山陡峭，捡拾桑葚以为主食，并且用两个筐子盛着。 一天，不幸遇到赤眉叛军，问他为何用两个筐子盛着呢？蔡顺说：“黑色的熟桑葚是留给母亲吃的，未熟的生桑葚是留给自己吃的。”赤眉军听后怜悯他的孝顺，就送给他大米、干肉很多食物让他带回家，以表敬意。好，因而送曰。 黑慎奉宣委，替鸡肋满衣，赤眉知孝顺，牛米赠君归。行，所以说，不论是敌人或是朋友，都会对孝顺的人升起敬意之心。耀祖兄，哦，李安兄，先请大家休息。今日怎么有空闲来啊？待会儿特来拜见诸公啊。关于孝顺的另外的一个故事。 李安兄，您手里捧着的是什么？啊，梁辰兄家中被盗，失窃了不少银两啊！哎，耀祖兄，你也捐赠一些吧。好，多谢耀祖兄。啊，李安兄，有件事我想请问你一下。多年同学了，不必客气。 这文昌社成立有半年多了，我看这效果还是不错的嘛。可以说很好，这半年来有很多人请我们代写家书，而是听我们听讲课。哎呀，我们还帮助了好多贫困好学的孩子，能让他们像读私塾一样念讲书。啊，是啊，可惜的是，就是不能长久。啊，好，我再问一下，那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，这开支又是如何呀？我们几位同学当然都是义务了。 不过像广文兄，他家境比较好，就会捐助一些。哦，那这其他的收入呢？难不成还有其他的捐赠？偶尔会有一些的，不过也很有限。黄香，哦，那这怎么维持下去啊？哎，现在啊，县府每个月拨给我们300白银，不过有了这300白银，我们顶多也是持平而已。我想参加。哦。 耀祖兄，夏天是热，我们社团刚开办的时候，你可是打死都不参加呀！现在我想通了，一心向善，我们当然欢迎。可是还有一个人要参加，还有一个人，就是咱们同学冯炫呢。哦，冯炫兄啊，他本人也有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是的，他也想为本乡村民做点善事，可是啊。 可是，好，我今天就为大家讲到这里。是怕有部分人反对呀。他一心向善，我们会一视同仁的。哎，李安兄，那这件事咱就这么说定了。耀祖，该我上场了。哦，梁辰兄。耀祖。 听说你府上遭窃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诗画俱佳的才子苏东坡。他的一生可以用颠沛流离四个字来形容。他每两三年就要迁徙挪动一次，日啖荔枝300棵，随遇而安。
读了他的前后赤壁赋，只觉心胸开阔，千尘全无。他很想实现自己的抱负，但是多情却被无情恼，恼了伤了，于是看破一切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多么凄凉悲切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各位乡亲，我这有一份四川布政使司青春县衙颁发的紧急公文，下面由保甲为大家宣布一下。听说有十多万灾民流窜到咱们这儿来了。哦，三天前还说疫病不会传染过来，怎么会跑得这么快呀？云贵地区流行的瘟疫蔓延极为严重，近来有向川蜀延伸过来的趋势，看样子不妙啊。本县所有民众需要密切注意，也不知道能否躲得过这场灾难，均不可生食。公共水井周围，我的两个女儿都发热流鼻涕。可洗涤鸡鸭鱼肉，亦不可生食鱼虾。发现病死的家禽牲畜，要及时向乡里报告。我先告辞了。记住啊，一旦发现家畜发生我刚才所说的症状，就要立刻掩埋，千万不可宰杀食用。大家现在就解散回家，将存粮备妥，尽量不要开门出外随便走动。好，我讲完了。各位父老、乡亲子弟，没想到瘟疫这么快的。不要宣布了，人都走光了。是，马上停止一切活动，30天，大家都散了吧，各自回家了啊。这是本朝30年来一次大瘟疫，它清零了西南五个省，百姓生灵涂炭不计其数，简直是哀鸿遍野，苦不堪言。身处毁灭性灾难中的感受是无法以言语能够形容的，只能以茫茫然、望尽苍穹、视万物如同刍狗来形容了。大女儿月明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都在感染后7日内失去了生命，利益危害之列，连带的是人心也显得邪恶了。本知许多地方出现打家劫舍、杀人的情形，流传所到之处，几乎有一半人都死于这次的疫病。瘟疫的力量巨大，而且无药可医，不问人数，生死瞬间立判，此时不论贵贱，无人能够保全生命家产。悲戚痛苦弥漫了每一户人家，我要维护一家八口的生命生活，可是因为私心重，将文昌社药剂藏书带回家以备治疗，可是却没想到大众利益，以为想到这个罪恶有多重。虽然此书当初是我所捐赠的，记得不久之前我还教授学生说过自私自利不可取，指出人私心过重就不能公平，如果少了好恶心就能够持平处事，结果大难当前，我的持平处事之心又在何处呢？我依照一本宋朝时期唐生为所撰写的《正类本草》和本朝名医李时珍前期流出市面的《本草纲目粗选》，亲口尝试各类复方验方，每天由早忙碌到晚。尽管如此，很不幸的是还是失去了4个孩子，可怜的是连一副棺木都没有。老天爷，求求你，饶了我们吧！我们家已经死了4个了。
就让我们剩下的都活下来吧。我求求你。孩子都是三生的，邪门了这是。哎，你好，不用跑着跑，你离我远点。这是不是有个姓陈的产婆呀、啊？姓陈的，新生小孩的。不就在你身后吗？这儿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接生婆得瘟疫死了。死了？哎，等一下。你别碰我啊你！还有没有其他人会接生？能接生的都行。只要是个人能接生都行啊。镇上有个大宅子，有个吴老夫子家。吴夫子他们家？是啊，他儿子是郎中。大夫，哎，请问你是大夫？哎，对，大夫，快点快点，我媳妇要生了。可我不是妇科呀。她很痛，传单上都是血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若兰，拿药箱来。快快快！你跟我去准备接生。哎，快走吧。哎，慧儿，让他们继续服药。我去了啊。我那人他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呢？因事无大碍，他睡着了。谢天谢地，也感谢您，感谢您，感谢您。尊夫人是难产，胎儿已经不保，胎儿已经死在腹中，他现在身体很虚弱，请你准备纸笔，我来开药方。历经了这次大瘟疫和梅娟难产，我家仅仅剩下四口活口。若不是遇到我曾经鄙视过那位吴老夫子的公子和儿媳妇，辛苦细心救活了咱家梅娟的性命，今日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窘态，可想而知啊。笔主至此，感恩之心油然而生。可恨当年无心，于是后感激之情逐渐淡去，只当作是时过境迁，随即忘怀。今日和梅娟商量后，谢女再次登门感谢。慢点啊。哎，这有个门槛儿。哎，慢点啊！哦，请问吴大夫在吗？啊，您找我爹呀？他在，我去叫他。好好好。那你们请里边坐吧。好好。不知哪位身体不适啊？吴大夫，别来无恙啊。
你还记得吗？十年前闹瘟疫，那人难产，是你鼎力相救。我叫于都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是于先生。你的心貌改变了不少。吴大夫所言极是啊，于都惭愧啊。哦，吴大夫，小小礼物不曾敬意，请你务必笑纳。别客气，事已相隔十多年了，您还是这么客气，我真的很高兴再见到你们呢。吴大夫，这就是那人梅娟，这是小女于敏。梅娟啊，嗯，这就是救命恩人吴大夫。谢谢吴大夫。还有一桩令我感到震惊的事，就是吴大夫告诉我，当年吴老夫子并没有生病，是他老人家故意装病，将学生都辞掉了。原因不他，只因为我在乡里教学较早，又因为他返乡教书，使我学童锐减而生不悦。我尚年轻，经济没有基础，他不想与一个后生争夺利益，故将学生全数让于我。至于对外宣称生病，则是让我留住教者夫子的自尊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宽容情怀呀？而我还一直记恨于心，我真是枉读了圣贤之书啊。拓文啊，于都兄，有事找我？家中困难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相借一两银子，定会尽快的归还。啊，好，不多，你先拿着。多谢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良辰兄，有何事？能否借几两银子使用？哦，哦，李安兄，要走。李安兄，身上可否带有现银？啊，带有。哦，可否方便？方便。啊，良辰兄一时不便，可否借给良辰兄一用？好好好。在佛典的因果经中，我见过所谓的花宝，也就是现世宝的意思。而我的花宝还正在方兴未艾的。在那一年大瘟疫过后，首先我的学生少掉了一大半，物价上扬，生活极为困难。梅娟已经不能再孕，而且病体恢复的缓慢，药费惊人，我们几乎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，我已经是穷困至极处了。久而久之，亲友们就怕我开口借钱，真是有茶有酒多兄弟，急难何曾见一人。一病期后，首次出门回到舍里，华广文、丁满利、郑江全都未能避过此劫而过世了。文昌社经费短缺，这时冯炫、黄耀祖双双加入，社里的大半支出都由冯炫负担，因此冯炫也逐渐地掌握了控制权。《孝经》上说，爱尽于事亲，而德教加于百姓，行于四海，盖天子之孝也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把诚敬的心尽到父母的身上，而由于在上者身教之，德就如风吹草燕，很快普及到百姓的身上，任何人看见了都会模仿实行，争相取法，
这就是在上者作为孝道的表率之意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我们明天继续说辅刑的一人有庆赵民赖之。自古以来，欺压欺骗世人之徒比比皆是，所以务必要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。他们一贯的伎俩，无非是倚仗其家族长者的威权势力。我今天就用氏族制度对人才的压抑来做举例。任何制度时间久了，如不改革，必然生腐，自然就会产生一批无德无才、欺世盗名之辈。这些人只有可憎的面目和卑劣用心。所谓责人必及，于己恒宽，德无厚而自贵，位位高而自尊。这些人趋炎附势，党同伐异，故人人君子自然就会产生淡泊自守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向。哼，居然自比人人君子，还大言不惭地讲淡泊自守，我啊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向，有什么志向？啊？到处伸手，穷酸而已。又过三载，时年39岁，中秋节前夕，我们带着仅有的一对儿女，还是空着手回去见母亲大人。这一长串的日子，看似我已坠落人生的最底层了，其实谁仍又知晓最底层究竟在何处呢？用家破人亡实不足以形容我和梅娟的处境。仰望苍穹，无语问天，真是人世间无尽无穷的辛酸悲怆的写照。晚餐后，我们陪着母亲出来逛逛夜市，两个孩子难得出门，看到五光十色的市景，都感到兴奋无比。那有街的，是是是，有街。那有街的，好。那有街的，那有街的，好。站着领着他啊，哥，咱们上那儿去吧，那儿好玩。妈，好，去那边，走走走吧，走。梁晨，看紧他啊，看那块好。嗯，啊，来，慧安，来，妈妈领着啊。来，去找外婆，一会儿咱们就跟外婆走啊。来看看，妈妈看看好东西。来，这看好不好看？嫂子，这件好看。来，快，你领着慧安。嫂子，这件好看。这件好吗？这件好，这件好看，这件也挺好的。哎，这件好看。那件不错嘛，是吧？哎，这件。哎，小辉啊，咱们去那边玩好吗？啊，好，好，爸爸带你去，走走走。梁晨啊，你看你辉安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哎，小朋友，要玩套圈吗？谁给你玩吗？要不要？要玩的。要玩。多少钱啊？4文12个。那就来12个。来12个，好嘞。来，来来，看看你喜欢哪一个。好，这不来，小辉安你亮。来，哎呦，哦，好好好，来，
你来撂几个啊？哎，爸爸在一边看你撂啊。来，你撂，你撂。猜谜语，猜谜语啊！猜中谜题的有奖不算，还分文不用花啊！啊！来，是好嘞，来，来来来，看看你喜欢哪一个？不是小辉啊，爸爸去那边给你赢点奖品，你带着自己玩啊！你可千万不要走啊！猜谜语，猜谜语啊！猜中谜题的有奖不算，还分文不用花啊！分文不花啊！你猜谜了啊！要是猜不中呢？一是猜不中啊，三文钱。嗯，我猜。哦，你猜好。我猜这个啊。废品。当《水浒》一人名。吴用。哦，猜中了，哈哈哈！哎呀，猜中了，有奖啊！这样，哎，不难。哎，好，哈哈。然后再猜一个，好好啊。再来一个，好，好，再来一个。你看这个，八月秋风高怒号，打一俗语。八月秋风，卷铺盖卷，谜面出自杜甫的诗句《秋风吹破屋》。对吧？得了，又猜中了！来来来，奖品奉上！哎呀，真行啊！哎呀，啊，哎呦，这行啊！这是读书人啊！你看，靠这件事，接着猜中。哎，好，您猜。真了不起啊！好，我猜这个。猜吧。野火烧不尽，猜《聊斋志异》。野火。用这个，好，烧不尽，重生应该是董生，中了，哎呀，几个了？好好好，这么多了，读书人啊，就是有本事，怕猜谜语，这东西，对呀，你看看，记着还猜，啊，您猜吧，读书，满座皆去。结局都去了，言行一致。哎呀，又猜中了！好，好，哎，猜得好！这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玉都，谁啊？谁呀？玉都，哎呀，别去管那些，小慧安呢？哎，好好，哎，来了，哎，人家就不要了啊。小慧安呢？啊，小慧安，刚才在这儿啊？在哪儿啊？看准了，哎哎哎，刚才有个小孩，小孩这到处都是，哎呀，哎呀。你忘了四文钱十二个圈圈？是啊，四文钱十二个。哎呀，你别跟他说这些。哎，你看不看一个小男孩？一个小男孩这么高的小男孩，他被他妈抱走了。被他妈妈抱走了？对呀。我说什么？被他妈你把我孩子让别人抱走了？这他妈在这儿呢？抱哪儿了？你抱哪儿了？管我儿子你？不知道吧？慧安，慧安，慧安，在哪儿啊？慧安，慧安。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没事，小辉啊！哎呀，小辉啊！小苹果，快带妈回去吧！哎啊，来，带妈回去。下雨了，把敏儿也领回去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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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下雨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回家吧，你快回去吧。小辉啊！辉安，快点，走走，下雨了，走走，快点，走，快快快，跟我走。那边避雨去，来，走，慧安，这边，你咋呀？到那边去避避雨。小慧安，
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干嘛呀你？你找不到儿子，你不能走，你找不到儿子，你走，你不能走，你疯了，你疯了你！什么破东西，你还我儿子，还我儿子，还我儿子，还我儿子！慧儿啊，慧儿，慧儿啊，小慧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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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慧儿，老天爷啊，睁开你眼睛看看。就你让我死你儿子你才罢休啊，我究竟做了什么缺德的事，你要怎么惩罚我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呀。姐姐想开点，先坐吧。啊，先生，快去走走雨吧。先生，来来，快进去。先生，小辉啊，这边坐一下。先生，小辉啊，先生，哎哎，小辉啊，先生，先生，哎，你要看开一点啊，我们这的保甲一会儿就来了。小辉啊，这夜市上经常有小孩子被人抱走，这不，前天就有一个小孩走丢了，听说还是县长的亲戚呢，县太爷啊已经要求严办这件事了。小辉啊，先生，先生，小辉啊，你自己保重。小辉啊，良辰，良辰，你过来，良辰，你快来。谁去？怎么了？谁去？我怎么看不见你？你说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啊，看得见吗？你看得见吗？看不见。没事。看不见。没事。你是，这是一时的悲伤，啊，孩子会找着的啊。没事儿。吃点啊，美君，我求求你，你都三天没吃东西了，
你就吃一点啊。是我不好啊！我真是想给咱们儿子赢点奖品，好哄他玩儿。怎么会他就丢了呢？我真该死啊！我。无愁的女孩，从来就没有想过什么是爱情。一天，父亲带回一个男孩，父亲说他勤奋好学，就是有些困难。就在他带着妹妹搬进家里的那时刻，少女就知道了，这颗心是属于她的。经历了这么多年，跟她之间千辛万苦，无论情况有多糟，他从来没有抱怨过，永远紧紧地挨在他身边。他没有什么要求，只希望他的丈夫振作起来。小慧安失踪已经有十年了，梅娟古墓也有十年了。我连贯地面对如此严重的灾难，竟然毫无警惕之心。最可惜的是，我选择了愤怒和嗔恨心对抗，却不知道自己偏激的一言一行，是摧残伤害自身的根源。忏悔至今，于无心中确实领悟出过去从未想通之事。于是现在，我用沉静的心另以上书呈报，焚化于赵军案前。吾之所过矣，将改之。人谁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诗经曰：“靡不有初，先客有终。”夫如是，则能补过者先矣。君能有终，则社稷之固也，其为群臣赖之。诗经又曰：“鲧之有阙，为中山仆仆之，能补过也，君能补过
焉不废也？而今于都却已知错了，其上苍明之，弃守立败也。很庆幸的是，这些时候我始终都用借据繁省经写下自己过去的一切，恭省保持利己于他人，没有杂念渗入。一个奇迹既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明儿，是给爸爸倒的茶吗？好，怎么是凉的呢？哦，凉的好，凉的好，爹爹就是爱喝凉茶呀。静无染，君子有终。意境于意境，于静意。梅娟，梅娟，啊，来了，梅娟，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你让我看什么？你又来了，啊，于静义好吗？你是说改名字叫于静义？好啊，这竟然是女儿给我改的呀。是吗？是是，哎呀，这真是神迹天意呀！是啊，哎呀，灶王爷说我意念有染，哎，心不能静。这些日子呀，我想起了种种往事，我一边在撰写《忏悔录》，一边又心里感应，既然我要痛改前非，做些善事，那就应该自别其号啊。什么是自别其号？什么是自别其号？明儿，明儿，你再说一遍。明，这自别其号啊，意思就是说，既然要痛改前非，就应该把过去旧的名字改过来。这表示一个决心，爸爸以后就叫于静义了。道人，好，道人，道人。我没有怀疑敏儿异常的言行，吴洪恩大夫告诉我，像他这种病症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高度智慧，思绪犹如缠绕住的针线，需要慢慢理清。我就照女儿表达的以静义道人自诩，是指除诸妄念，每日千诵佛号百声，愿善念永存，善力精进，并且立誓，倘有丝毫自宽，永堕地狱。啊，吴先生，您请。美人兄，
梁成兄，怎么好几个月不见你的踪影啊？哦，自年前至今，一直在家里写作，未曾出门。哎，文仁兄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，这位是咱们镇上古道热肠的好医生吴洪恩先生。在下吴洪恩，请多指教。哎，先生好，莫学徐渭人。哎，文仁兄啊，我改名叫静逸了。静逸，静洁意念之意。于静逸兄，果然与前大不相同。您的意思，以后就叫我哦，可以叫我于静逸，叫我静逸道人即可。俗话说，三天不见如隔三秋。我看静逸道兄，则是三月不见恍若隔世啊。